第二十二题，铝热剂为铝和氧化铁的混合物，点燃后能生成熔融状态的铁，可在修补铁轨时使用。其反应式为 Fe2O3 加 2Al 生成 Al2O3 加 2Fe。此反应中何者为氧化剂？我们知道氧化剂就是让人加氧化而自己发生还原反应。国中教的目前教的所谓的还原就是失去氧叫做还原。我们看到我们的三氧化二铁失去氧了变成了铁，所以三氧化二铁发生了还原反应，它是氧化剂。因此第22题问我们说此反应中何者为氧化剂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Fe2O3。